大家好，这边是 Future City， 眼前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将魔镜变成一个艺术的墙体，上面播放的到底是谁的画作那么鲜艳，那么有色彩度呢？我们现在拿起我们的 Enjoy 的手机，这是一个 Tabby 的一个科技专利，结合 NFC 的功能，在你 Enjoy 的手机开启 NFC， 把它靠上去。原来这个就是蜡笔王建民的画作，在手机上面可以看到王建民画家的所有画作，甚至他的简介全部都可以在上面看得到王建民，所以任何的博物馆或艺廊全部都可以结合这样子的科技艺术，让它靠上去就可以直接连接进去。那希望大家可以广泛运用在任何画作或任何艺术品上面，我们都可以帮你客制化你们要的 NFC 的感应区，再连接它的故事、画作、画家的背景、艺术家的背景，都可以呈现在这个 NFC 的上面，去呈现这样的一个方式，让所有收藏家或所有客户都可以把资讯带着走。谢谢。